小司机车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耶！谁是老司机又来了？今天海雷亚来了。耶、yeah, ！我就是老司机。你要来当老司机。剪刀石头，你要先算，你要先算，头你先算。先选女的啦，先选女的。不是来宾啦，还不先选？对啊，我就选你啦。好啦。啊耶！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下去就做游戏规则。题目皆为各大厂牌车尾灯，两队各有三位诠释者，一位解谜者。诠释者接棒画出题目的尾灯，解谜者依照画作内容猜出正确车厂。猜中车型可再得一分。本日老鼠屎，需惩罚打脚底板。啊，不是，今天选的是新娘陈大哥。因为刚刚下戏忘记换衣服了。计时开始。2、1，好，谁的？你再看。3、2、1，下一个。我让我画那么挤呀、啊。我这送分呢、欸。我这个 OK。2、1，谁的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神奇宝贝！三零边水，答错了。加分时间，阿呆这一棒，你如果答对了，可以让你加一分。哎、欸，看你画的好像忍者龟哦，好好帮你答。哎、欸，这个也蛮像的，其实这个也蛮像的。答对了，耶！糖果，给你加一分猜车型。Model Y， 答对了，耶！大家指向老鼠屎，我还自己说自己，预备开始，2、1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猜得出来，好，芒果，有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有，哎、欸，我知道，火车嘛，哎、欸，花呆，那个轮廓我都有出来，这么有把握。要错了，你那是汉堡，来，欸、这有船吗？你讲叫你来啊！每个品牌都猜不出来，再一次，赶快删你！来，对不起，答错，哎、欸，选过来，答对了，应该猜野马、欸，野马是三个好吗？老鼠屎是谁？他。芒果啊！我不知道，三零为什么会有四个灯灯的？阿呆倒戈，我在那边去。计时开始。什么啦？2、1，真的？哎，哇，在罗马竞技场嘛，旁边这边观众席有没有到？啊，这边表演台。哎，我哎我没有。我去意大利，你们去罗马竞技场？我没有去罗马竞技场。这大概就长这样。我见得到画出来哦。哎、欸，时间到！哎、欸，巴黎歌剧院，哈罗、欸、马竞技场跟巴黎歌剧院，可是你也不会画画哎。画两个，结果时间到了。你下次错。什么啦？没有。停，时间到。心意微秀，心意微秀。微笑小还小听的哦，小听的，还小听的哦。心意微秀。好呀。车吗？打错！不是一颗不是，这一个车尾。Land Rover 打错了。这个六角形跟灯组都是关键，我只是讲到这里。这里一二三，哪里有六角形？我打错了。他画的一模一样。哪里一样？哪里一样？六角形。哎，等一下，画的重点，你画三个排气管对吧？老鼠屎是谁？海力。老鼠屎。海力要不要来猜？我怕他会不会猜不出来？他们有猜出来吗？计时开始。哇！好呀！2、1，下一位。叹什么气呀？对。2、1，等到好开奖。哎、欸，福利熊又出来了。有。有福利熊变成大同电锅了哦！什么啊？福利
二，打完了，一，接到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各位观众，大同电锅。我觉得有迹可循，是他下老刘这边。哎呦，有没有？哎，苏巴乳。答错了。三个想法，哪里有多？哪里有多？这么多。对啊，他中间嘴巴讲话，笑笑的。拖打是什么？我觉得可以，可以试试看。好，口味怕答对了，但不是 Pierce。来，你再来一台。CHR， 这个灯很像啊，很像，很像，看。来，选出老鼠屎。芒果是我。哎，芒果你两票了，你准备要被打了你。好，开始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听起来不妙。一房两厅啊。画格局图，对，要画一个格局图。一，时间到，来一房两厅。哎，他有想救，他很认真，他脸有，啊，记得那个剪辑把他脸放大。我频道直接改超认真少女，好可爱哦，帅，哎，卡通人物，这卡通人物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尖尖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发现从第一题到第五题啊，画的东西都差不多。好，来，胖的，答错了。我看到你特别还画这个尖尖，代表这有戏。但你也不知道什么车。奥迪，答错了。连续攻击你们两个头塔的，让你们杀得你们措手不及。谁是老鼠屎？哇，又是我！好，芒果三分，老鼠屎。哎，老板，安诺啊，老公站着痛啊，小朋友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戴眼镜变小师了吗？小师不是这样吗？小师是一个优良的中古车商，不是吗？那你换戴这个试看看。哎、啊，老铁，我有没有保持力你保持身份地位啊？哎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哎、欸，小伙子干啥？哎、欸，我主要去做哈，哦，咱讲真诶，大概七七八八就好啊。哎，所以说眼镜人很好吃呢。当然，小师汽车专属眼镜，请看下方链接，赶快去购买哦。你们这些穷人啊，想要装逼是吧？那就到小师汽车专属链接，有这个 Porsche 哥专用款，还有这个什么小师汽车的这个什么，哎呀，那车卖太便宜啦，那什么汽车啊？哎呀，我都买了高级车，也没买过什么二手车啊，好不好？反正买眼镜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唯一买得起的东西嘛，咱们下次见啊！我的腊肠呢？哎，腊肠呢？接着第二轮我来串位，我现在第二轮。由我来出题，接招，接招，三二一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感觉关键的元素它有画出来，你这个很像一个口腔，然后门牙掉了，然后旁边的牙齿，好，可以了吗？还算 OK 吗？给第二棒。开始。三、二、一。哎，这个像是那个一个烤香肠的炉子，上面放了六条香肠。哎、欸，但是他们有把关键元素都画出来，那个灯，福特啦，野马啦。答错。我觉得是不是保时啊？哎，不像。关键点是它粘在上面。你看，它是粘在上面，你这样就是野马的灯。灯开了。保时308，型号2008，保时2008。你讲的3008是正确的。来来来，要选老鼠屎。可以夹我了，快点。不用，他自己承认的。预备，开始。2 1我让你把最后那一笔画完，不然他们会误会，好，你交棒给第二棒。我要来通灵了。我要开始来通灵了。其实画的不错，谁画的不错？我说不出不错这两个字。三，这什么？一，二，啊！动了毛笔，开始。剩十秒，快点！五，目前啊，我怎么知道了？一，只有两种有可能，雷克萨斯或是保时捷。啊，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这个这么厚。对不对？一定修旅车。光这几笔能讲出这么大的见解，很厉害。这个你能讲出比例？周汤豪的妈妈。选好了没？凯燕。答错。
Toyota 框，它后面也是贯穿，它就很肥大、啊。妈的，你画的比他还厚，正常房车被换修旅车了。答案正确。啊！哇，好强哦！谁是老鼠屎？快点！哇！我怎么了？说老鼠屎已经确定了，你们自己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汉堡是不是？这是时间到哦，金娜鸡腿堡是不是？这个叫做那个有一个遗迹有没有？三星堆你知道吗？三星堆遗迹里面有一个娃娃，对，三星堆遗迹里面有一个。我只能说，比起三星堆这个更像一个，我要看金娜鸡腿堡。好，来开始。我知道问题是出在哪，这个灯不应该长这样。两个老鼠洞啊！我看他画的。哦，他怎么两个老鼠洞啊？哦，有落差，有落差。Suzuki Swift。哦哇哦哇！问题出在这一个。我。所以后面两个人复制的，其实复制的很好，但问题是出在源头。好了，打错。妈的！我跟你换位置，我跟你换位置。你们死了！老鼠屎！剪完了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三、二、三、二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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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那你心里有个底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没有，我妇科。然后比例完全跑掉了。来，胡子吗？牛舌饼。啊、我们宜兰人就是很像牛舌饼，牛舌饼，牛舌饼。泰森是出了个险招，他有把一个关键的东西用意象化呈现。现代啦，什么 Starex 哦？得一分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欸现在怎么了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史丁格，史丁格啦！现在史丁格，确定哦？答错！啊！还有 Nick 六，啊！然后他把灯组用五湖虾方式排列，老鼠屎是谁？那不会是我就对了、啊。泰山啊！泰山啊！泰山啊！预备，开始。有，你有勾勒出轮廓，加油！勾勒出轮廓，泰山，加油！泰山，哎，一，好。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、什么？干什么东西？好。啊！我只能说，totally different。我没有画多余的东西，我只把最重要的重点画出来。Toyota Prius。答错。就贯穿尾灯啊，这是说贯穿尾灯就没克萨斯而已啊，不然呢、欸？我觉得蛮像 L B 叉的。我也觉得是、欸。得一分。啊！猜错车型了、啊、，N 叉。Alex。哎，我刚刚在想，哎呦。啊！对啊，你这个什么汉堡是？老鼠屎是。啊！好险的、啊，好险，不是我。两队的老鼠屎出来画，输的那个人刚好就是要被打的那个人。那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输的参加比赛。十二，剪刀石头，剪刀。OK。好可爱啊！生气，生气宝宝，真是一个企鹅。好了，什么来啊？马自达，马自达三得一分，哇，马自达。哇、哦，芒果画得很好呢、欸！芒果，哎呀，哎、欸，芒果画得很好呢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会画天才哦！你真的很会画。哎呀，不要！芒果也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右撇子、啊，右撇子。所以右边比较有参考价值。确定？好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为什么三个人在猜？被发现了，可恶！不是两个人猜。三零，零个，零个。啊，答对了！ Yeah! 惩罚的环节，我会以后被封锁。不会啦，好狠哦！我等一下就让你们老板这样下下楼，一下而已啊。对，你想怎样？啊啊！
啊！好狠的砸爆！哎，声东击西法有没有看过？我们科比等很久啊，等很久啊。我们要科比。啊！耶！我刚刚那个灰尘有跟出来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是我香港脚的血。耶！你看，今早啊，熊啊，你看，非常开心，海丽今天来玩这个游戏啊，希望观众朋友看开心。那这个影片应该是在过年期间播放，要不要跟观众朋友贺岁一下？祝大家龙年龙喜吉，口袋龙喜吉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再见。大家订一下频道，在这边，还有这边，还有这边，把马赛克，把马赛克，把马赛克，这边谢谢。哎，马赛克，哎。哎，马上！哦哦哦，我相反。